Baby Akio Interview。嗨，大家好，我叫 Akio。那如果大家有兴趣想要看我的影片的话，可以到 Akio Channel YouTube。为什么一开始就录 MV？ 不是，飞这里。几位公主要相处在这个，对不对？哎，忘记了形容词叫什么了，没关系。哎，讲什么了？要讲什么了？谁啊？忘记了。嗨，大家好，我叫 Akio。那我本身呢是一位舞蹈老师，也是一位演员。这一部微电影呢，我是饰演 Elsa。至于这个 Elsa 的角色呢，是比较冷酷的。哎，讲什么了？要讲什么了？为什么他会比较冷酷呢？是因为他在本身自己的童话故事里面是，哎，讲什么了？要讲什么了？他跟他妹妹的感情，哎，讲什么了？要讲什么了？他比较习惯自己一个人，不懂得怎么跟别人相处。所以忘记了。哎，讲什么了？要讲什么了？所以忘记了。是呼吁人家看哈。不见不散，不见不散。我是 Akio， 是另一个你，我们不见不散。哎，讲什么了？要讲什么了？所以忘记了。